后面反正都是差不多的这个样子哈。这个曲子说一下前奏吧，前奏。右手的话全部都是十六分音符，也就是一拍里面弹四个。七和弦四拍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。七和弦到 E M 和弦的时候，加了一个这个东西，最后的半拍啊，这个可加可不加哈。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这个呢是可加可不加的东西，能加的话效果就更好一些哈。然后后面的地方的话呢，就有这种跳的那种和弦哈。这个是跳的哦，在我的课程里的话是中级哈，而且在跳的基础上，左手又加了一点点东西，比如说西和弦。这种东西C和弦，然后是 AM 和弦，然后是 F 和弦，但是C和弦到 AM 和弦的时候，最后加了这个这两个键哈，1 2 3 4，是这个意思哈。如果基础比较薄弱的朋友，这种曲子就压根不用想了，这个曲子是挺难的哈，弹不了的，弹不了的，这个难度挺大的。当然你也得看版本，如果你把这个曲子削了很多，左手也全削掉，然后右手也给它全削掉，那样的话或许能弹，但是那个味儿就不一样了啊。因为有的东西它是没法削的，就你全削了之后就没有那个味儿了。就是有一些曲子它是可以改的简单一些，但是有一些曲子是不太能改哈。想要学钢琴的朋友呢，可以联系一下我的微信啊，3214-1320，全部都有详细的视频讲解，还有这个配套的教材啊，从零开始，一步一步怎么学，全部都有的，在家里面就可以学啊。